演者呢，他们今天是他们的第一场，是他们的就是出道场这样，所以他们应该非常的紧张，加油！那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就是第一场嘛，是第一场活动的 Index。
这是他们的第一场出道的活动的第一首歌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帅，骚是不是？骚是不是？谁骚？那我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有声音吗？下面。小小老弟 ，We are Index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dex。我是 Index 的团长 J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雅，今天是喂鸟。大家好，我是 Indies 的安娜。好像是30.5，对，一个点五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Indies 的李晨。现在在玩传麦克风游戏。那你们有什么就是特别要介绍一下你们的团体？再次跟大家介绍，我们叫做 Index， 这样看我们上面的名字可能猜不太出来，那个叫 Index， 它就是 Index。 那我们的团体发想名称是来自于我们北极星，因为北极星是天上很久不变很久不动的那颗星，所以我们想要成为大家明星的新指标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我们的团体是以自给自足当作就是为出发点，所以之后就是我们的舞，其实像今天看到的 Rip and Release， 还有跟接下来要跳的下一首脑内革命，都是我们的自创舞蹈。所以如果日后还有想要看我们其他的自创舞蹈的话，那就要关注我们 Index 的粉丝专页跟 IG， 在上面我们会陆陆续续发表最新的作品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太棒了。你们舞风都比较属于这种比较，你们会特别挑歌吧？应该。其实也算是会挑歌，就是当然是比较有共鸣的这样子。那也会挑就是一些可能比较有内容的，那可能在诠释上面有些挑战性的也会去挑。那比较想要强调的事情是，其实我们是想要以韩风的舞蹈，对，就是像是韩国 idol 团的感觉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可能在舞风上面会跟一般看到就是我们可能西的 idol 对对对不太一样，可能会不太一样。那当然如果有一样的话，那就一样。对，因为一样也很好，很可爱。对，好，那你们准备好第二首歌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加油，耶！带来第二首歌。
主轴，那请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我们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。谢谢大家。耶，谢谢 Nix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现在开始又出太阳了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。